大家好，我是顾永琼博士。这几天塔利班控制了整个阿富汗，美军急匆匆的离开，导致很多人不能理解，为什么美军放弃了自己经营了20年的阿富汗？吃瓜群众把这定义为美帝国的衰落，全网都在热捧塔利班，很多人都忘记了，几个月前美军在宣布撤军时，周围国家都在谴责，美国一旦撤军，将在这个地区留下巨大的安全隐患。那么为什么号称世界警察的美国一定要离开呢？关键点在于，美国当世界警察的最终诉求是造福美国经济，尤其是石油的稳定获得将是美国经济活力的关键因素。而如今2012年发明的页岩油技术已经成熟，扭转了美国对国外石油的依赖。美国现在是最大的原油出口国，也就是说美军离开中东阿富汗的原因很简单，一个不安静的中东和阿富汗才是美国的最大利益所在，消耗的越大，美国的石油才会有最大的市场。同时提醒一些开心的吃瓜群众，塔利班的纲领是全世界都应该遵循他们的规矩，美国人是狡诈的，你看懂了吗？